各位晚安，有听到皇帝有讲话吗？有打加一，好不好？这边看得到吗 ？OK， 抖音的部分皇帝也在看，好不好？皇帝我一个双开，等一下我在看东西哈，各位等我一下哈，有没有想单挑的？来，想单挑的打。皇帝，我好想单挑。那既然都要单挑了，那我们就来开个观众场单挑。输有惩罚吗？今天先不要处罚好了啦，好不好？今天先不要处罚。又染头发，对，皇帝又染成这个是橘色。那抖音的观众朋友们，哦，左上角皇帝的左上角有一个分数条啊，集满一万，皇帝我就会脱裤子直播。他好丑哦！当然不是直接拍内裤，那肯定被编台的。但是皇帝我就会直接把我的裤子脱掉。YT 的朋友们，你们就会觉得说啊，怎么那么没有参与感？也可以 ，YT 只要人抖内过这个数量的话，皇帝我也会脱裤子。那当然，我们不要走到这一步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单挑哈。那今天的单挑规则很简单，我们今天单挑只玩小青，你只要能够用小青打赢我的小青，我就送你一个710点券的造型。想挑战的帮我刷一排，皇帝好帅。输了不用给我任何东西，不用。你们就白嫖皇帝我就对了。来，现在有没有人对自己小青有自信的打加一啊？对自己小青有自信是不是？你他妈可以打败皇帝我吗？小青 King， 而且听说在小青要改强了，来哦，直接开抢，我们就打五场。我希望有人可以在这五场内打败皇帝我。有没有人可以用小青在这五场内让皇帝我跪下？你们觉得有可能吗？大家都说想打败我的小青，拜托一下，有实力再来 ，Let's go。那我跟你讲，小青跟小青之间的对决啊，肯定是这个斩杀棋手。来，我们首先，我们先给这个第一位挑战者一点教训呐、啊。玛莎拉蒂取这个名字，等下就被我打到变表弟啊！先生，没有那种东西。哎呦，不错哎。可能是皇帝有点迟钝，我现在有点像喜憨儿啊，我刚这个接招有点恍惚去了，难道我会输吗？我觉得不可能，他一定会想塔杀我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哎呦，没有想塔杀我，你会错过一个机会哦。我要输了吗？各位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办？我居然输了！哦哇哇，他输了哎、欸，真的假的、啊？不是。我跟你讲，观众一定在等着看皇帝我输，你知道吗？我会让他输吗？我会让小青输吗？这算是小青单挑马拉松嘞？哎，来，我想一下哈，怎么玩？群狼出征，可不会手下留情。哎，对不起。哎呦！兄弟，你看意义，诸如变态，这种悟性。想从我这边拿走造型，这实力的部分好像要加强，就是各位你们懂的啊。各位有机会赢他吗？肯定是有的。光是这个换血就知道。哎呦！我跟你讲，他已经想斩杀我，我先跑。看到这个换血吗？哈？九霄无极，可以呀。跟你讲，轻轻松松掌握斩杀秘诀。OK， 我们第一个小青挑战者陨落了哈，应该是直接结束了啊哈。还有没有观众？还有没有人可以打赢我？
有无？我就问你们有没有？你在躲下下？下面一位，麻烦拿出你的小琴赢我，来，我就给你710点券造型。哦，我相信有现在有非常多小琴很强的玩家，但是能打败我的有几个？来聊天室摔牌，全台湾最强小青的是谁？来，我听一下。好，我听不到，我只能靠你们打字。只能小青吗？没错，我们今天的对局呢，就是只有小青的部分。那下次皇帝会开别的角色，好不好 ？TikTok 银咒，哎呦，他是 TikTok 银咒。你一个玩银咒的，想要跟我小青 PK， 太天真了。如果这一场他打赢我，我聊天室加送一个 TikTok 造型给。不是 TikTok 造型啊，我聊天室加送一个小青的电名狼犬造型给你们啊，好不好？啊！如果这场赢我，我聊天室加送造型啊！这个根本就是来插花的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这么有挑战性啊，后面的这么没有，我网络不好。各位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啊！我只能跟你说 ，I'm so sorry， 机会是不等人的。你网络不好，你还能够抢到房号，那你真的运气很好哦。可惜。可惜，太可惜了！希望下一个挑战者啊、哦，网络好一点，实力强一点。TikTok 营造，我只能跟你 say sorry 了。来，第二场，30秒解决。得得了得！哎，随便啦。有没有人真的是可以让皇帝我觉得很有压力？哎呦，这个刚刚不是才来过吗？感觉这个人就感觉有厉害哦，再放一个电竞选手的头贴。这一场我们一样走起灭绝哈，看一下对手鞋子起手，来胜券在握啦，轻轻松松。来哈，有在里面吗？有在里面吗？有在里面吗？哎，没在里面，我会输。你要对自己有自信，兄弟。你会输，你还来抢房干嘛？对自己有自信点好吗？来，我们等待一下这个兵线哈、哦，来，来准备准备哦，来二技能快好了，排山倒海，来普攻 ，nice， 各位，我只能说可以来点强的吗？大家都说皇帝我单挑很烂啊，目前怎么都没有人赢我、哦？兄弟，兄弟。你这个预判我已经摸透透，你出坦，你来得及出坦吗，兄弟？哦，耶！耶！得得了得！大丈夫大丈夫 ，Kimi， 伊有爱慕。那有人说皇帝我的行为怎么那么屁？我只能说做效果，大家看得开心就好，不然直播人数怎么冲到800人的啦？你们现在听皇帝我说，这一场如果他妈我输这个人，我再加码1000块红包。不屈不挠，这就是。哎呦，高手过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哦哦，九霄无极，哇哇哇！还有一个瞬移屌开耶 ！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? 琳琅极，射你一个小精灵！哎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哦哦，啊，超派的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就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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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压力，压力，压力来了！哎，兄弟，这你就错了，兄弟，你一听到我要加码啊，乱打一通了是吧？哎呦，他开始打保守喽，各位赶快帮他加油啊！哎哎哎哦，我的发我的发，哇，他这个瞬移是拿来开战的、啊，想说拿。Nice， 各位各位各位，不是我在说哦，皇帝我已经打第四场了，没有输哎。我在这，可以强一点，有没有强一点的啊？我们还有一场，还有一场，我这一场我只找现阶段战场的人，好不好？
哇哇哇！哦，他很凶哎、欸。哇、哦，还、欸、很痛哦，他打他妈超痛的哦，他先上钢枪 ，OK OK OK， 没事没事。帮我逼退了吧 ，OK OK。紧急抢上五角星，比拼的是横劈。流光闪，完蛋，完蛋了，我这边失误。不过应该是小事。哇，哎、欸，直接扛塔的吗？这么坏的吗？哦，他就是要点哎，没关系，失误。流光闪，我已万只。啊啊！哇，差一点点哦。靠呗！完蛋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老狐狸，雷霆万钧，鸣人无极，啊！来控兵线，不屈不挠，这就是狼族的骄傲。输了，该给造型，好，该给造型，厉害、哦，这个真的有厉害到，猜萌喵喵，皇帝，我认识到你，我觉得非常的 nice， 我们再找他进来一次，当个朋友。那个猜萌喵喵私讯皇帝的 IG， 皇帝，我要送你一个710点券造型。We'll be right back.